喂，哎，哥们儿，赶快上网，他又回来了。谁啊？谁呀、啊？美国的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看他说的什么呀？这是什么拯救拯救你啊？还拯救谁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你不是你赶快看看。看你紧张的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。我爸最佩服的就是教育局长了。记得小的时候，他每次开会回来都说，局长说什么了呀？怎么夸的他？可是我今天那么顶撞你爸，他不会。哎，好了，放心吧。再说了，这该紧张的是我们家人啊。哎呀，必然，要不然你爸你别来我们家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呀、啊，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，啊。再说了，就凭我必然这三寸不烂之舌，什么局面搞不定？可是我爸，必然我一直……好了，你要记住，幸福一定会属于我们。那好吧，那我回家再问问看我爸。哎，好了，宝贝，快回去吧，啊。分别只是一时，即便数年不见，在人生长河中也只是一瞬，相爱的人终将相守，等我回来吧，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刚才妈跟我说必然的事儿，爸还挺逗哈，我以为他能骂必然呢，没想到他还说要帮着必然去提亲，哼！哎呀，真逗啊！哎，你说这个赵老师教倩倩，他能教六年吗？六年不太可能吧？我上小学，我们那班主任换了三波。我想跟你聊聊。我们这不聊着呢吗？我们好几个月都没有正经聊过天了。我想只聊聊我们自己，不聊别人。你怎么了？你想聊吗？我尊重你。嗯，聊我们自己。要不然咱俩哪天回来早的时候再聊。精力充沛一点，我这有点累了。好。我相信你已经看了他微博了。其实他那番话是写给我看的，因为在他走之前我们吵了一架。你俩吵什么呀？睡吧，累了。不是，你俩到底吵什么呀？
可以自己去问他。宝贝，你总拿着日记干什么呀？爸爸给你装书包里吧。不行，你看看我的日记。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日记里记的都是自己的秘密。爸爸和妈妈不管是谁，再爱你也不能看你的日记。你不要看别的，就看最新的那一篇。好吧，宝贝是有什么话要告诉爸爸吧？最新的那一篇，哦，这儿呢。啊，宝贝，你怎么写说不喜欢姥姥了呀？我现在喜欢姥爷，不喜欢姥姥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姥姥总吓唬我，总逼我学习。老逼你学习啊？这原来不是姥爷做的事儿吗？怎么换成姥姥了呀？这还写说，有些情感长大就知道了，这话谁跟你说的？妈妈。妈妈跟你说这干什么？来，上来坐。你急什么呢？是汇报工作，又不是吵架。董事长，这几个月我觉得已经可以证明杜峰是有先见之明的。我们的对手公司把高端品牌都抢走了，风头已经压得我们不行了。我刚刚发脾气不是针对某一个人，但我是觉得有些领导他真的考虑的不是公司长远的发展，而是个人的利益。怪不得杜峰推荐你啊，你俩还真有点像。如果现在补救还来得及的，我可以马上去联系他们。因为上一次我跟杜峰已经把进货价压下来了，我们是有谈判基础的。上一次不是他自己去的吗？嗯，这样吧，盛楠，你先把赵董交代的那个南方家化的方案，做好，然后咱们再谈。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时间紧迫，还给我安排这样的一份。行了，你去做吧。哎呀，你们可小心点啊。好了，不要再聊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东西了。关于南方家化，资料你们都有啊，继续这个案子得了。喂，干嘛呀？老虎要吃人呢。哎呀，你是躲开这帮官僚了，你把烂摊子扔给我了。是不是赵董的南方家化为难你了？是，在这公司想做点事情真的不容易。打开电脑，收邮件。哦。你等一下啊。看到了，这里边是我走之前搜集的关于南方家化的资料，以及我所有客户的资料，也许会对你有帮助。我挂了。喂，挂比我爸还快。丑的小猫，那个是漂亮的小猫。它还戴皇冠。我这是一个粉色的。爸，哎，还在解答啊？倩倩，作业都做完了没有啊？做完了，爸。哦，好，哎，好。倩倩，哎，老爷解得很快的，咱们做个游戏，一起来。你每做一道题，老爷可以减五个鸟，你信不信啊？可是我想自己减。爸，盛楠说了，除了做作业，不给他增加别的负担了。来，继续。你看我的小鸟飞飞，小鸟飞飞。该你出马了。不
要耽误事。不要耽误事。坐的乘凉了。不要去。罗素啊。哎妈。别玩了，当倩倩学习吧，啊。妈，就回来写作业就写了一个多小时，让她玩一会儿吧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哎呀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学习啊！爸，爸，哎，让他玩一会儿吧。是是是，好啊，我也是想的。来，老爷和你玩游戏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跟老爷一起玩游戏。哎，大摆，来跟老爷玩。怎么会这样？嘿嘿嘿，倩倩，老爷跟你讲，我们既玩了牌，又学习了英格历史，很有趣的。来，先看一看，这是几？一，尖儿，也就是一。真想不到啊，现在这里是罗大小姐的闺房。哼。你能不能就不要笑话我了？要是早教机把我害成这样，如果有后悔药，我第一个选择不认识你弟。当时不是没有劝过你啊，又没有做市场调查，对早教机一无所知，一拍脑袋就干了。你们俩这样能赚钱，没天理了。唐丽要回来了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你把我叫来不会因为这个吧？反正你小心点吧，人家不是已经给你们定论成没有爱的婚姻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唐玲是看准你的七寸才下手的。还七寸呢？我又不是美女蛇。哎呀，你严肃点。难道你真的愿意把老公让出去吗？其实唐玲的赌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跟罗素之间的关系，你都不知道我们俩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毕胜男，你真的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了。你看看你啊，你不爱惜身体，你不疼老公，你这样的老婆人家怎么要啊？要我说呀，你真的好好跟罗素谈一下。我当然会找罗素谈，但是我首先自己要想明白，我们两个七年的婚姻除了一个女儿还剩下什么？让老婆当恶人，自己藏在背后。嗯，这比打钱够深的。我就纳闷呢，倩倩的日记里怎么写着说不喜欢姥姥了？今儿啊，不是我陪孩子玩，还没想到她姥爷有这事儿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人啰啰嗦嗦干嘛？走啊，走啊，到你家去，我把那个孩子给领回来。妈，你干什么？你再这样以后什么不跟你说了？哎呀，不要再逼儿子了，对付这种人我们得智取。那你说有什么好主意？你说。哎呀，你别逼我嘛，让我想想想想。哎，罗素啊，嗯，你老丈人有没有什么弱点没有？弱点怕人捧他。捧？我宁可去捧人家裴大妈，我不会去捧他老婆。不，我跟你说，为了咱孙女啊，咱们就得该忍，不能忍之事，不能忍之人。事到如今，给我这老将出马了。哼哼，我来捧他，啊！我先去溜溜弯啊，想想怎么捧他。好好好，到我书房来看看我最近练的书法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哎，听胜男说你的硬笔字写得很好啊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不过是多年黑板字书写的，不值一提。好，我送你一幅字。好好好。哎，我给你显摆显摆，怎么样，漂亮？这是我去参加国标比赛特意做的新裙子啊。哦，好看吗？我也喜欢。还有这个鞋，
我到香港去定做的。啊？哦。哦，这还到香港去定做呢？啊。哦。怎么样？我教你，你跟着我一起学。我可不会跳舞，我在我们那儿啊，也就是跟着扇子比划比划，跳跳扇子舞。其实挺容易的。哎，哦，我听说你们一会儿要到小赵老师家去相亲啊？哪有这事儿啊？就是约着见个面。啊？哦，哎，对对对，亲家，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教育局长，可是我们不稀罕，我们老毕家从来都不攀龙附凤的。哎，哼，哎，如果这事儿谈成了的话，我看你们家那位这两只眼睛，哎，一下子就够到天上去了。来吧，你都来了吧，别浪费时间，我教你，免费的哦。成了，不错不错，见笑见笑啊！哎呀，不过有人说啊，我的书法呢，有那个流体的风骨，欧体的神韵啊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这个印章不错呀，是鸡血料的啊。是是是是是。哦，这个你啊，常到我这来，嗯，这个练练书法，到时候咱们切磋切磋。哎，好好。哦，不行。现在马上就要复习功课了，准备期末考试了。哎呀，我说亲家，你我现在都是难得糊涂的年龄了啊，还为孙子们操心干什么呀？还不如呢，一起啊，闻的那个汉墨之香，受的书法之美，怡然自得啊！是是是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，好好。哎，亲家啊，哎，你写了这么多的字，我挑几幅好了。哎，师傅。啊，很多人问我要字，我都不轻易给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挑一幅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挑一幅。嗯，就这幅吧。啊，这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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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啊，亲家，你要不在意的话，我全都拿走吧。都拿走，都拿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好了。哎，这个也要收取。遇上知音了，真是啊！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还没看，还没看，不一吹就干了，没关系的。我这还有一张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收获蛮大的。好好好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这个书法自有其美啊。啊，是是是。哎呀，他跟那个写久了，跟练太极拳一样啊，凝神静气，一气呵成，比其他艺术多好。是是是，好。哎哎，国华同志，不要跳了，回家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刚学会，我还得再跳一会儿。跳得多好！不要跳了，还要做饭呢。哎呀，好，下回再教我哈，亲家。哎，好，好嘞。不好意思了，亲家。做饭去了，哪里哪里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好，常来常来常来，好好常来啊！哎，留步留步了，再见再见。哎，我们送走，我们送走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这就是艺术魅力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对这种人，就要智取。得了吧，我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势利小人。他刚才怎么说的呀？他说我呀，我最不稀罕的就是什么局长不局长的，其实他心里他在乎着呢。哎，我说，他要是攀上这门亲，咱家可得被比下去啊！错，他攀上这门亲，对咱们家是有利的，至少对倩倩是有利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对倩倩有利，倩倩上学可以不愁了。你今天一点不傻。啊，是是是，帮我爹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头子，吃饭了，你一个人在屋子里干什么呢？吃饭了。哦，来了来了啊！来，进来。不要怕了，随便踩了。我的天哪！
你就这么糟践你亲戚的东西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还是赋予它最大的利用价值了，否则的话，这就是一堆废纸垃圾。哎，你过来看，这个柜子本来是不平的，现在垫上这么一小摞纸，哎，往得好。哎，这一摞纸你拿去买鸡蛋用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把鸡蛋一个一个的包裹起来，防磕碰，有弹性。还有，走，这一摞，这都是剪下了空白的地方，放到卫生间里当手纸用。跟你讲，我都试过了，看到没有？质地柔软，唰，吸水力很强，效果很好的。这不是亲家写字的那个宣纸吗？对呀，你别看亲家的字写的不怎么样，行头倒是蛮不错的，这都是上好的宣纸啊。嘿，糟蹋东西。你看看这么多，这不是都浪费吗？啊，哎，废物利用。对，哎，爸爸，哎，谢谢。狗游戏还没做完呢。对，狗道格 D O G。道格，哎，切切，看看你的是什么牌？哎，罗素，爸爸发明了一种特别好玩的牌，你也来加入我们吧。对，切切 ，and you。哇！哦呦，老鼠。Mouse。嗯，拼啊。M O， 爸爸，你代替我玩吧。哎，小朋友，我们做游戏要自己玩的，如果找别人帮忙的话，那就是耍赖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我们必须自己拼，才是自己做游戏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拼。来，M O U S E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好，对了，耶！哎，听老爷说，啊，道格 win 啊 ，mouse 狗赢了老鼠。怎么样啊，罗素，我既教了孩子英语，又把中国的文化放在里边了。爸，怎么中国文化呢？哎，中国有句俚语呀，狗拿耗子，哈哈，又形象又好记。嗯，对呀，也就您可以想得出来。怎么样，好玩不好玩啊？不好玩啊。小南，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行，那赶紧接着玩，想想还有什么单词。哎，再看看，看看姥姥是什么牌。看看姥姥的啊，姥姥的。哎，费事，费鱼。什么寓教于乐呀？不还是换汤不换药吗？啊，只不过是添了一个豪华的包装而已，就是逼着孩子学习吗？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？我觉得我们刚气氛非常的好。那是你觉得，你没看倩倩看我什么眼神啊？我在她后面，我看不见。我觉得爸爸这次转型非常的成功，他实现了我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把玩和学习结合到一起，让倩倩以为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又学会了几个新的单词。那说白了不还是变着法给孩子增加压力吗？那你去想啊，你去想对孩子好的方法呀。爸爸可是从早想到晚，刚才你要是热情洋溢的加入我们，倩倩现在肯定又多学会几个英文单词了。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？你一天到晚是不是想孩子？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个游戏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赋予了它很多智能开发的东西，而不仅仅是闯关。你觉得这游戏没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很多寓教于乐的功能啊。打住！别再给我提什么寓教于乐啊！这哪有什么乐呀，啊，全是说教。你接着说。好，那我下面给大家继续讲讲我们每一个关卡。天天的家也不管，饭也不做，以后不许找跳舞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跟你说好了，这舞蹈不许找跳舞，这舞蹈跳舞跳舞跳舞，什么事没找到？什么事找到？什么事没找到？不许找到，不许找到，别跟人家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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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跟人家
亲家，哎呀，你不到我这儿来，我到你这儿来了啊。我觉得咱们俩的爱好相同啊，书法就得两人一起切磋，是那才有进步啊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把你喜欢的东西带来了。哎呦啊，这印章把你字都刻上去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喜欢吗？他喜欢喜欢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好嘞。呵，哎，我说今天啊，我给你那么多的字，你不裱一幅出来？过几天。过几天，难得糊涂，把它裱起来挂上，一定一定的。好，我来运笔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我这个老伴儿啊，就喜欢动，就喜欢跳舞运动。我不喜欢动，我想啊，咱俩应该是一样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我说亲家，哎，你是够奢侈啊，啊，这么好的宣纸当卫生纸啊。啊，废物利用，废物利用啊！这哪是废物利用啊，这是浪费啊！我说啊，哦啊，这个纸，我是利用你那个字符的边边角角，废物利用嘛。那不叫边边角角，那叫留白。留白干什么呢？全都是黑的，多好啊！啊，哎，怎么你现在就要走了？啊？有寸理，你别说。哎，这都是手指啊，你咬它干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哎，亲家。莫名其妙。帮我门关一下。嗯，好。喂。我爸心脏病犯了。在哪个医院啊？已经回家了，是被你爸给气的。被我爸气的？你爸也太过分了吧，把我爸的书法裁成手指了。你爸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把裁成了手指。挂了。喂。哎呀！奇耻大辱啊！爸爸，您消消气。这次我爸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怎么才叫故意的呀？你公公活了这个年纪，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。你爸爸看不起他没有关系，不喜欢他的书法也没有关系。最后，剪成了手指当手指用，你爸太有才了。我爸他平时也节约惯了，我小时候练书法的纸，他都折吧折吧垫桌子。这性质能一样吗？别跟我说。哎呀，我真是奇耻大辱啊！大辱！爸，这样，我替我爸给您赔个不是，我回去肯定说他，您千万别生气好吗？你说他什么呢？你说他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强盗逻辑。你爸爸口口声声自己是一个40年的优秀人民教师，你告诉他，他不配。必须让你爸跟我爸当面道歉。妈，说我糟蹋他的书法，倒不如说他把那些草纸、宣纸给糟蹋了，我这还是废物利用的。你能轻点吗？倩倩都睡了。组织这个欠我坚决不到。罗素他爸退休以后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那个书法，单位同事逢年过节探望老人家，谁不欢天喜地的领几幅字走？您闹好了，直接给裁了，不是垫桌子就当厕纸。你说咱家缺那几张纸啊？是诚心的吧？你说你写了一手好板书，对吧？当年在学校，学生没经理同意，把那黑板报给擦了，你发了多大的火呀？
你现在就不能设身处地为另外一个老人家想想吗？我觉得他们家就是故意干扰我管倩倩，所以我也就是故意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不磊落、蝇营狗苟，想分散我的注意力。哼，他们忘了从我手底下过了多少难搞的学生啊！啊！你现在怎么跟老小孩似的呀？爸，你替我省省心行吗？别让我太累好吗？明天你就去道个歉，啊？道歉我坚决不去。要去，顶多也就是以探望病人的名义去。你说的啊，只要你肯去就行。最关键的是态度，态度一定要温和。赶紧睡觉，睡不好脾气大。走，睡，睡啊。偷袭。都听见了。干什么呀？你装什么装呀？我爸答应了，明天去看望你爸。道歉啊？啊，如果是真诚的去道歉就去，如果是以看望病人的名义去，那还是别去了好。我爸本来就是一个心律不齐，他一去变成心梗了。说的特别好，走。跟我爸当面去说，我当面跟他说什么呀？啊，他还老师呢，他配当老师吗？都不讲理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哈，当面啥也不敢说，背后火上浇油，你比谁都行啊！我爸不就反感你们干涉他管理倩倩吗？是啊，我们家都蝇营狗苟了，都不磊落了，我跟他说什么呀？我说，喂，姐，你救救我！救救我吧，碧然。碧然，碧然，姐，喝那么多酒啊？姐夫，姐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你干什么喝那么多酒啊？不是，他们凭什么封你们货呀？他们说以次充好，那奖上面要提名牌。你干什么缺德事啊？这东西都给孩子用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活该人家告你！我说给倩倩的东西的味儿那么大啊！我用的都是正规的品牌，只不过贴了个假商标。假商标？你东西不好，商标好有什么用啊？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你知道这是伤天害理吗？你别打他！假冒伪劣，你知道吗？打他有什么用？我姐呢？姐，姐夫，你打死我吧！你打死我，我也不用面对罗丹了。罗丹现在正在工商局备案呢。哎，行了，你打死他也没有用。哎，你能不能磊落点，别那么蝇营狗苟的？你还好意思跑我这儿来？你看他都什么样啊？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，那么厚啊？你还起个名字叫什么？碧螺春？我看叫碧螺凤好了。这名贴切。哎，行，消气消气。不是我怎么消气儿啊？你们知道被审问的滋味吗？他们数落的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了，还让我签字画押，我就差进大牢了，你知道吗？赔了多少钱？80万啊！其实这都没有什么了，可你们看看现在我是什么样，看看我的家都被他折腾成什么样了，我的尊严，我的神圣态度，我的一切都让这混蛋给毁了。你别这么说啊，姐，说的跟咱俩有什么似的，啊？我，行了，我说你，别说他。打死你！告诉你啊，80万必须给我还，跟我回家，爸还等着你呢。爸知道了。有你好日子过，走。走吧。爸，爸。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？错在办事不靠谱，不该开公司。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和罗家人一起开公司。爸，我讲话你还跟打嗝啊？站好，站好！尤其是那个谁，
罗啥？罗丹。罗丹，你和他一起能不赔钱吗？我本来对你的事业没有抱什么希望，你小子要是能挣到钱，那才不正常呢！我跟你讲，你这辈子最大的任务就是给毕家传宗接代，给我生个孙子，让我教育。妈，妈他侮辱我！别理他，你们俩都是铁石心肠。儿子，还有钱吗？走，妈给你拿钱。杨国华，你还敢给这个混子钱呀、啊？我不愁他算了，我错了。干嘛？哎呀，他喝多了，你跟他说什么呀？他也听不进去。混子，你看他这个混子的样子。没事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最关键的是你那门婚事。那个赵家乐，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啊？到底什么时候双方家长见面啊？我看你气就不打一寸。太烫了，妈，我爸喝多了，你看，谁喝多了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怎么了，宝贝？没睡好啊？昨天几点睡的？姥爷不让跟别人说。爸爸又不是别人，跟爸爸说怎么回事啊？昨晚你是不是跟妈妈出去了？是啊。姥爷偷偷把我叫起来，又做了几道题。啊？姥爷说这叫见缝插针。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你就跟姥爷说肚子疼。不对啊，让你装病也不对。你再有这种情况，给爸爸打电话，知道了吗？好，姥爷昨晚还骂舅舅。骂他什么呀？骂他不应该跟姑姑开公司。喂，看完了吗？行啊，我觉得我这儿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那儿立刻知道，也欠不少啊。经营多年，总得有自己的人吧。佳话这个案子尽快应付过去，还是要全力以赴搞我那个价格战，要不然马上就被对手全面胜出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跟我爸遇着了，你还给他下了战书。你爸明显是教育高手。好不容易赶上这么强的对手，我得抓住战机才行。你跟我爸真的挺像的，你们俩肯定是惺惺相惜了。你爸是对的，第一才是真的。就像我们商战，你迟一步就会被对手全面超越。生活还是很残酷的。是很残酷。行了，我这忙啊。哎喂，你不忙一诺，你忙什么呢？每天喂，芊芊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觉，说咱们出去以后，爸又把她叫起来做了半天的题。以后就不能让芊芊跟爸单独在一起待着。罗素，我提醒你说话的态度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爸是芊芊的亲老爷，你明白吗？我的意思就不想让爸管芊芊。你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？你没有看到爸这次来变化有多大吗？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啊！喂，挂电话。不懂事。